Hello，亲爱的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王者荣耀目前有80多名英雄，众多英雄中确实有不少值得一提的英雄。有些玩家英雄池不深，但是却能轻松到打王者，这和英雄的选择是有很大关系的。那么，在众多英雄中，有哪些是值得花时间去练习的呢？下面小编给大家推荐几个。一、裴擒虎，这个英雄出门自带大招，虽然很强势，但是需要自己多多练习才能打出应有的伤害。由于他是人兽两个形态，所以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什么形态，也是需要自己摸索的。二、花木兰，木兰也是经过一次次的削弱，每次更新都要削一下木兰，但木兰的位置依然坚挺。一个会玩的木兰能 carry 全场 ，KPL 中的表现也能看出木兰的厉害之处。三、关羽，关二爷的技能机制非常复杂，并且还是拥有位移的。如果想要使用它上分的话，小编建议还是去训练营多加熟悉，然后再去匹配中熟练，最后再去排位上分。四、干将莫邪，作为峡谷天营级别的法师，干将也是需要一定的操作能力的。虽然干将现在的技能是同时释放两把飞剑，但是如果手感不好的话，可能一个小兵都丢不中，因此需要大量练习。最后就是元歌了，他可以说是峡谷中技能机制最复杂的英雄了，就算是关羽也比不上。但是如果用大量时间练习，熟练之后上分还是没有问题的。不过一般意识不够的小伙伴还是不推荐用元歌。上述这几位就是值得花时间练习的英雄了，对此大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？欢迎留言讨论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，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们，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。下期见，拜拜。